LED 灯可以放在洗衣机里面洗，你有听过吗？这样子都没有关系，而且你说是在洗衣机，洗衣机是会脚会拉扯的。对，我们让安全帽连接了手机，把你的手机所有的功能就交给了安全帽，就在你的头上。那你可以把我们的体力当成是油表，只是说人比汽车还聪明一点，是人会自己把能量慢慢补回来。对对，啊，汽车你还要去找加油站。